眠，奔赴你的每一场热爱。我是伊利，今天带你看一台瑞虎8 Pro。瑞虎8 Pro 是衍生于瑞虎8的一款新产品，官方定位是面向年轻消费群体的一款居家用车。那今天我们就要来一起看一看它到底是否贴合年轻、居家、时尚这三点呢？从瑞虎8到瑞虎8 Plus 到瑞虎8 Pro， 那不同的产品定位会带来不同的产品设计。那瑞虎8 Plus 呢，其实更偏向于商务庄重的一个风格，但瑞虎8 Pro 呢，它就看起来更加的立体，更加的年轻时尚。相较于瑞虎8、瑞虎8 Plus、瑞虎8 Pro 呢，它更加的年轻时尚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前脸部分，时空交错的矩阵前脸，沙漏型的黑色进气格栅布满了条形元素。再来看到侧身的裙线装饰也让它更加的灵动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车尾部分，贯穿式的车尾灯再配上奇瑞的字母 logo， 看起来是非常的时尚。顶配的19寸轮圈，那在尺寸方面呢，车身长4745毫米，轴距2710毫米。那么这个尺寸呢，其实在中型 SUV 里面不算大，但是配合它悬架调教以及灵活的车身，让它更加符合家庭用车的定位。充满运动气息的外观呢，确实能够一下就让年轻人的目光锁定过来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外观部分，平整的车头，圆润的腰线过渡，再到一个平整的车尾，那整个设计呢是收放自如，然后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流畅。那坐进瑞虎8 Pro 的车厢内呢，映眼帘的就是一块24.6寸的曲面双联屏。这个曲面设计呢，会让我们在驾驶过程当中，无论你是在哪个角度，都能够把这一块屏幕看的是清清楚楚，更加的安全便捷。那这一块双联的大屏，内在人机交互和智能辅助功能也相当的丰富，特别是我们的高配置啊，它是有配备到一个 AI 超级情感交互系统的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台车它能够自动识别到你的情绪，并且啊，如果今天你心情不好，它可以给你放一首让你心情舒缓的音乐。所以这一台车机呢，它更像是一个跟你风雨同行的陪伴者。瑞虎8 Pro 呢，它搭载了奇瑞最新的 Line 5.0 AI 科技智慧座舱，语音控制灵敏，反应迅速。我可以帮你什么？抬头显示呢，也是有配备的，它上面会显示导航以及其他的信息，让您在驾驶当中不用低头去看屏幕，这样呢也让您的出行更加的安全。10个扬声器的索尼音响，女王副驾无缝式的脚托更加舒适，按摩座椅通风加热，氛围灯也让它更有时尚感。瑞虎8 Pro 作为一个7座版的车型，在空间方面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。第二排的空间非常不错的原因，是因为第一排的座椅背后做了一个掏空设计，这也保证了第二排、第三排的座椅舒适度。我们再来看一下，有一个非常贴心的一点，那坐在这个座椅上面，我们可以将头部的靠枕进行一个翻折，这样固定我们头部的位置，在长途坐车的时候，头部不会左右乱晃，这一点啊非常的贴心。我认为呢，这一台车它还是非常的符合家庭用车的定位的，特别是有小朋友的家庭可能会更加的深有体会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台车啊，它可以选配到一个后排的娱乐系统，通过一个 pad 来和车机互联，然后呢来控制整车的空调、娱乐系统以及音量大小等等。那除此之外呢，这一台车您还可以来享受到一个绿色座舱、智能的空气净化以及用料上面的升级，让这台车的异味是降到了最低，这呢也是我们有小朋友的家庭可能最关注的一点。动力提出两种选择， 1.6T 和 2.0T， 1.6T 的最大马力是197匹，2.0T 尾标 390T 最大马力是254匹，综合油耗8升左右，01加速度7.46秒。无论是外观使用感受，还是这台车的动力，都非常贴合年轻家庭用车的定位。那这台车的价格区间是在12.69至17.19万，
彻夜不眠，奔赴每一场热爱。我是伊利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